中国现在呢，中国崛起了吧？崛起以后呢，是不是祭旗啊？中国武统台湾，那个时候，解放军只要他妈的让全世界媒体看到被解放军像砍瓜切菜一样，是不是烧焦的尸体、残缺的肢体？我终于看到有人出血了，终于看到一帮杂碎死了，这才是啥？这才是全世界要看的。